Time, time is carrying on, time is carrying o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摄影器材的部分，因为我们是刚用拍关于剧情片。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器材的部分。那我们这次拍摄的是一个剧情片，那不是每天都有剧情片可以拍，平常就拍一个广告啊，或者是一些商业类型的，但这种剧情片算是就是比较少拍到了。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刚好拍摄结束，那我们要来清理一下这些器材。那我也是要把所有器材全部摊开来，一个一个清理。那不如我们就来给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到底我们带了什么，然后有哪些东西是非常必要，哪些是可有可无，然后就是跟大家分。Hi, my name is Kai Wan。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摄影器材部分。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摄影器。Hi, my name is Kai Wan。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拍摄剧情片。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拍摄剧情小短片需要带哪些摄影器材跟灯光器材呢？就这些都是我的器材，那可能符合。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摄影。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摄影组在拍剧情片到底要带哪些东西。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摄影组在拍剧情片的时候到底要带哪些东西。那因为我们刚拍完一个小小的剧情片，那这些器材我也要一个一个拿出来清理。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剧。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拍摄剧情片到底要哪。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拍摄剧情片、剧情小短片。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 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拍摄剧情小短片，到底摄影组该带哪些东西？那目前这些都是我的摄影器材，那可能你跟外面出租的器材，他可能就是给你一个肩架，就是那个肩上肩组啊，然后这个稳定器之类的。就是它有一个整套整套的组合。那你如果想要自己组合自己需要的摄影配件，然后摄影组合，还有你需要解决的方案，假设你要飞很高，把摄影俯拍还是干什么，那你就要去思考一下，到底你要去怎么执行这些东西。那我们就今天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我带哪些东西。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摄。Hi, my name is Kai Wan。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拍摄剧情小短片，摄影组到底该带什么东西？目前你看到的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个人买的摄影器材。那但是你在外面出租啊，你假设你没有摄影机，你需要去外面出租，你到底要租什么东西？你要租个什么肩架组吗？还是租个什么 Easy Rig？ 还是你要租个什么其他的稳定器之类的？还有一些你需要可能俯拍啊，或者是怎么样超低角度的拍摄，你要如何去达到你想要的东西？那这些器材也就是辅助你达到这些东西的一些工具啦。反正我们今天就一个一个把它所有东西摊开来，因为我也要清理，所以要一个一个把它摊开来，跟大家一个一个做分享，说我们到底带哪些东西，哪些东西是哇塞，我觉得超级好用，哪些是必要，哪些是可有可无，但是有会更好的东西。反正今天就来跟大家做分享。